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周深新歌《简》发布，这首歌曲是电视剧《长歌行》的片尾曲，粉丝也新增一首可以单曲循环但很难学会的歌曲。电视剧《长歌行》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，但是也是极具隐秘性的，剧照与预告片都没有丝毫消息，但是片尾曲《简》却率先与观众见面，其质量一定是万里挑一。此外，这首歌曲邀请到了 OST 大魔王周深的加盟，更是锦上添花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剧中人物的爱恨纠缠，实际就是如此。简只看歌词的话，就能让人感同身受，体会到剧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慢慢突破重重阻碍，最终携手共赴美满。简慢慢成型，慢慢裹紧，慢慢时光里被一场相遇。通过周深的演唱，将身处简中的人物历经各种情感的打斗，最终打开心扉，走向彼此的怀抱，娓娓道来，极富层次感的演唱打动每一个人。不过话说，周深又在人家恋爱的时候或者生离死别的时候唱歌了。之前电视剧《锦心似玉》，周深的歌声就是最大的电灯泡，每当男女主角撒糖的时候，周深的歌总是会来撮合一脚，不过却更加有氛围了。有周深加持的电视剧总是会在情绪渲染上得到更好的表达。周深通过自己的努力演唱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 OST 歌曲，用自己的歌声陪伴经典作品一起成长。在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小编惊喜地发现周深工作室也参与了这首歌的制作，周深工作室后期混音制作，此时的心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可别小看这个操作，就跟当初看到周深参与新歌和声编写一样的令人感触良多。其实后期混音制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，理论上很好操作，只需要调节一些按钮，但是如何操控这些按钮使声音听起来和谐却是一件很难操作的事情。周深工作室可以揽下这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，说明不到一年时间，不仅周深在不断进步，工作室也是在努力紧跟周深的脚步，为周深的成长保驾护航。周深从最初的演唱歌曲到参与歌曲和声的编写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周深工作室成立不到一年，由刚开始的特别感谢周深工作室，到周深工作室出品，再到今天后期混音制作，周深工作室慢慢成长，开始拓展业务，致力于成为周深坚实的后盾。总有那么一份牵念在你我之间，这份牵念也存在于周深与生命之间。周深说过，每一首歌都是他的孩子，其实他真的把每一首歌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贵无比，带着盼望给予了他们无数的心血和爱护。文案中说到，歌曲描绘出了每一个人像茧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又慢慢通过各种情感的打动，抽丝剥茧般把内心打开，最终走向彼此的细腻情感。小编第一时间单曲循环起来，听完这首歌感觉这评价真的是太对了，也只有周深这样的嗓音才能唱过如此婉转，如此的充满故事性。在重逢之前，生死之间，恋恋流动着思念，总有那么一个瞬间燃尽我心间的欢颜。依旧是低音婉转悠扬，高音清澈透亮，把演唱的技巧融化在天籁般的嗓音中。正因为情感太到位了，所以小编听起来也是觉得太有共鸣。听完这首歌之后，对这部剧也是特别期待。感谢周深又给我们一首首经典的好歌曲，你一直在唱，我们一直在听，这种感觉好幸福。据悉，今晚的快乐大本营舞台上，周深将会带来这首歌的现场版，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和小编一样，激动的心情早已按捺不住了呢？不忘初心与梦想，坚持自己的音乐之路，谦虚努力，可爱至极，他是人间宝藏，他是灵魂歌者，在老阿姨心中这是粉上了一个绝世大宝贝呀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满足感，就让这美好的一天从深深的歌声开始吧。 OST 小王子周深新歌又双双来了。